胜负已分，承让了。你刚刚不是还说要堂堂正正的？哎，范某师从费介，用毒下药本就是堂堂正正的师门手段。费介没跟你说过九品以上用毒已是无效？你有没有觉得气血翻涌，心跳加快？下毒是无效，可这并不是毒药。那是什么？春药。你哎，千万别打了，范某从不乘人之危，你还是快走吧。难以平复，还真是春药。